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现场记者陈嘉祥 Stephen Chen， 现场报告。现在来个地方，来到整个法国最南端最漂亮的城市，叫做坎城。现在前面看到就是坎城的海滩，坎城影展每年的五月份这边聚在这边。今年呢，今天的日期呢是2014年的7月19号。在右手边这边全都是 beach， 就是又睡了坎城的海滩。这是道，也就是所谓的叫小十字大道。在正前方呢，这是整个地方，左手边可以看到这一整片呢全都是非常的高级的饭店跟餐厅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很漂亮的棕榈树，因为在整个坎城非常漂亮的就是就是所谓金棕榈树的部分，在金棕榈树也代表是坎城最佳的影像的一个奖项，就是所谓的叫金棕榈奖。左边可以看很多的大牌子，比如说像 Hugo Boss、Escada、Michael Kors、LV、Gucci、Prada、Lazo， 很多很多的漂亮的一些整个高级奢侈品全都在这个地方。在坎城这边的沙滩游轮，这个是整个 Paradise， 这是整个。中海比较奢侈浮华一个地带，比如说在坎城是整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的生活，平民的生活就在于尼斯的部分 La Fensono Las Cafe， 在这个地方度假城的部分。所以呢，今刚刚又带了客人从 Mario 离开，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接客人，客人在 Martinis， 带他们在这一间吃什么呢？吃非常棒的所谓的什么呢，叫做米其林 Michelin Restaurant 二星哦。在这个地方在第二层楼这个地方就是的哦，这米其林餐厅。好，现在准备要下车。哇，法拉利 Porsche， OK， 现场报道这边，我先接下车客人了。这是 Hotel Martinis， 拜拜。